这个工作特别适合你。北京一家特别有名的保健中心，推拿科主任是我同学的姐夫，他答应好了，给你每月5000呢。那我也不能去。啊？去了见不着儿子了。那你把达达带去，你们娘俩一块儿。啊？于大生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想管我们了是吧？我怎么管呢？你中午晚上没事就在我们家门口候着，有空就往我家钻，今天不出事明天也得出事。要么你自己去，要么你带着儿子一块去，你自己想。我不想这样，我跟达达有感情，我也不想让他走。可你不是个好母亲，你不为你儿子着想，我能怎么办？你自己决定吧。我去北京，一个人去，不带儿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哎，你这，你现在收拾一下啊，我去给你订票。大生，又怎么着？大生，我是不是去了北京，就再也见不着你和儿子了？我想你们怎么办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，北京又不远，火车又很方便，你就放一万个心。儿子长大，我就把身世告诉他，你永远是他亲妈，啊！收拾收拾。你今天呢，你就放开了喝啊！亲家母，哎，你怕你爱吃甜的，你就喝果汁儿，你瞧瞧。这可是美国货呀！啊，你跟着我老人家，不光吃香的喝辣的，还喝美国的东西啊！啊，来来来，来来来，哪个倒果汁儿啊？啊，我爱喝茶，我就倒点茶喝。这茶，这可是1000多块钱一斤的茶叶。比素素给我买的那个茶叶可差远了。素素给我买的那个茶呀，咋说也得3000块钱一斤。嗯，你们见过我的小宝贝儿素素吗？啊，等抽空啊，我让你们见见。可咱们得说好了啊，只能见一面，多了可不行。这老太太还真幽默。老太太，素素可是我们董事长的亲生女儿，素素生得好，还不是因为我们董事长的血脉啊。血性的啊，不是鞠躬啊，就是下跪的。哎，我说，你们外国的董事长助手都这样啊？啊？你瞧瞧我这俩助手啊，我先呐给他们倒上咖啡呀、果汁儿啊，我先让他们享受。奶奶。姥姥，伯母，我的助理可能和你们都说过了，当初是他不让我带素素。啊，别说了，他都跟我们说了，你就甭重复了。当初我没有办法，我想出去安排好就回来接素素的，
可出国以后，我就……凤云啊，我再给你倒一杯来。不喝了，这咖啡也不能喝太多。多不了，就两杯，喝吧啊！再给你倒一杯啊！哎呀，要喝了3杯呀，我得走几天我才能减下这个肥去呀。没事儿，咱们今天呢就喝3杯，多了我也不让你们喝。 要不，那就喝点茶水吧，啊，来喝点茶水，来喝点茶水。什么咖啡呀，果汁儿啊，我都不爱喝，我就爱喝茶。那我再让助理给奶奶买更好的茶叶。喝呀喝，嗯。 其实，我在美国这些年，没有一天不想素素的。你们可能不知道那种想女儿的感受。回国以后，看到素素发展这么好，我真是高兴，我感激你们。你们兰家。 把素素抚养大了不容易，肯定操了不少心，花了不少钱。梅林，你把那张支票拿过来。啊，董事长，老太太，这是我们董事长的一点心意，啊，50万。 50万，美金。50万，美金。哎，合着人民币300多万呢！啊，不过你们要是还有什么条件呢，尽管提出来，我们董事长一定满足你们。只是让素素给我们。哎，那这，来呀，凤，来，我再给你加一杯，来。 不喝了。哎，喝完了。董事长啊，你说说吧，你到底想把素素咋样啊？素素永远都是兰家的人。 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。我就是想，其实拍戏还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让他到美国去发展。他应该……行了，好了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你的话呀，我全听明白了。我老人家呀，最后再说一句话。我这一句话说完了。 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要干嘛？你这，老太太，你要干嘛？哎，这，这，这，啊，你不是想让素素去美国吗？你就站在我老太太的胸膛上，不用多站，只要5分钟，5分钟到了，我立马就答应。凤云啊，你看着表啊。 哦，妈，你的表，我数5下啊！你要不站，那可就别怪我不让素素走了啊！一、二、三。
董事长，我们告辞了啊！谢谢您热情的招待，咱们走吧。嘿，看见没有？看见了没有？啊，这个老太太实在是太狡猾了吧！早就回来了，不是有应酬吗？啊，也没喝酒，吃完就回来呗。看看谁回来了呀，达达。怎么样？我就说吧。哎呀，你跟他感情越来越深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孩子太可爱了，不哭也不闹，老是不知道对我说什么呢。小达达，你告诉我，你跟我说什么呢？告诉阿姨，跟我说什么呢？怎么叫阿姨呢？得叫妈妈。这儿哪能行啊？叫妈妈我可不习惯。达达，来，我喝奶了，喝奶睡觉了。给我吧。对了，我明天要去趟北京。几天啊？两天。来着，哎，吃点这个啊，来，阿姨给你奶吃啊。周姨啊，哎，来，一会儿那个买完菜之后呢，去趟咖啡店，帮我把西装捎回来。那孩子啊，没事，我看着。今天礼拜天，你去逛一逛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哎。笑的吗？啊！你怎么不给妈妈笑一个了呢？你看看我呀，你怎么不理我了呀？啊！你看看我呀，达达，达达，大圣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孩子都不认识我了呀？你说这样我怎么放心去北京啊？我跟你说，你必须去啊！人家那边都准备好了。没事的，对不住你去了，北京叫你回来，你都不回来。我要不愿意回来，我带着儿子一块儿去。我，是吧，大大？你跟着妈妈一块儿去，好不好？啊啊！让妈妈想你。行了吧？啊！我跟你说，保姆快回来了啊，抓紧吧。那个，对了，票我给你订好了，去之前我给你打电话啊。妈妈说：“哎呀，快点！那你干嘛呀？快点，来不及了，快点，放，慢点，别磕脑袋。对，好了，行。妈妈走了。哎，别催了，干什么呀？”阿姨，你不想吃啊？你才吃两口，你是不是没胃口啊？素素，我不吃，你坐下来，我跟你说说话。
喜欢我，也喜欢叔叔。没有你，我怎么会认识叔叔呢？你和叔叔的故事太让我感动。叔叔这一辈子不容易。 就是你，他最不能失去的人也是你。这往后的日子啊，还很长很长。可是我不能陪你们走下去了。苏苏，能答应我，好好照顾叔叔吗？ 阿姨，你别这么说，我不许你这么说。你不是答应过我吗？你说要跟我一起照顾叔叔的。我太想跟你一起照顾叔叔，可是人呢，都有个命。 我知道，我自己的命就是这样。我没有多少时间了。阿姨，阿姨，你怎么了？阿姨，你要找叔叔。 叔叔，他现在在上辅导课，他下了课马上就过来，你别着急啊。阿姨，阿姨，阿姨，怎么样了？哎，医生，你快点看看我阿姨到底怎么。 叔叔，哎，叔叔，你快点回来吧，一心阿姨她……我马上过来。苏总，苏总。
今天晚上怎么那么安静？你说我在那边也能看见月亮吗？别胡说，别胡说。不是呀，能见着月亮就能见着你们了。我这一辈子吧，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。你说吧，这都没能好好照顾你，我就要走了。走哪儿去啊？哪儿都不会去的啊！我们俩还没结婚呢，我还没看着你穿婚纱呢。我会好好陪着你。是啊，我也哪儿都不想去，可是人都有个命啊，老天早就已经安排好了，让谁去，让谁留。你得面对，你要笑着去面对，啊！谢谢你，给了我那么多美好的回忆，谢谢。现在觉得自己吧，特别的幸福。收不到的传真，有三所大学愿意接受素素前去进修。这件事情，我只有先斩后奏了。我们也只有这条路了。你想想，素素到现在还没上过大学呢，这一切这都是兰家的责任。让素素去美国上学，光这条理由，他们兰家肯定什么也说不出来。素素，
他能答应去美国吗？恐怕难呀。那我明天再去找素素谈谈。我要让他明白，以前的都是我的错，这一切不能怪董事长您的。好吧，明天我也去找兰卓，这是一件好事，他应该会答应的。素素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，我想给他补上这一课。这国内挺多好学校的，没必要去国外。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会不遗余力的把素素送到适合他读书的地方。你要是真爱素素，就应该答应。你要是真爱素素，你当初就不应该丢下她。你为什么要让你那个什么助理桑先生去找我奶奶啊？为什么要把素素要去美国的事情跟我奶奶说？沈瑞，如果当初你走的时候，素素身边就你一个亲人，那么这么些年你回来了，素素身边有很多的亲人，最疼爱她的就是我的奶奶。你知道奶奶知道素素要走的消息之后，天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每天刚一睡下她马上就醒，然后跑到素素的房间看她是不是在房间，她才能够踏踏实实地睡下来。你能不能不要打击她？80多岁的一个老人，你跟他说素素要走，他会崩溃的。你能不能有一点同情心？能不能让我奶奶安安静静的安享她的晚年？这课你自己补吧。你就不要用那仇视的眼光看着我，叔叔说的可都是大实话。是啊，当年是我对不起你，叔叔我这欠你的一辈子都还不清啊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吧。素素，你知道你妈妈在美国有多少财产吗？你呀，几辈子都花不完啊。你妈妈在美国给你找了3所大学，那可都是美国的名牌大学，你想上哪就上哪。只要你一踏上美国的土地，就再也不想回来了。要不当初你妈妈怎么会狠心抛下你，自己留在美国呢？不不不，是我的错，是我不让她回来的。我桑美林欠你妈妈的实在是太多。素素，你怎么不喝咖啡啊？是不是凉了？我给你换一杯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你喜欢喝可乐。记得有一次我上你家，你还拿……你回去告诉沈瑞，想让我去美国，妄想！你们还是赶紧滚回去吧。
是，请问这是于达生处长的家？是的，是的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撤不到人，你快点，来不及了。请问你找？啊，我是于处长新雇的小保姆。新雇的？可于处长没说过要新雇保姆啊。你，哦对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不用了，我打吧。你是不是闲的？赶快我在你门口开门。我现在正在你们家呢。于处长，换保姆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你们家保姆说呀？我都已经来上班了，他还不知道呢。金明，你要干什么？于处长，你还是赶紧回来一趟，亲自跟你们家保姆说吧。喂，于处长，你可没说你要换保姆啊。麦青也没说过呀。喂喂，哎喂哎哎，周姨，周姨你这样啊，我一会儿回家跟你说，我一个钟到家，我回家跟你说啊。哎，好的，别着急。哎，于处长。于处长好。于处长，哎，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好，你要让我走？啊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周姨，你这样，你先去买菜，好吧？回来咱们再说。哎，于处长，哎，你真要让我走的话，你也要给我个说法。哎，您放心，您放心。今天我告诉你，咱俩的关系到此结束，北京你不用去了，现在带着你的东西还有孩子，抓紧赶快滚。你想抛弃我们俩？不可能。我就抛弃了你能怎么样？大不了我处长不干了，我现在就写辞职书。老婆你也不要了？滚，抓紧滚，马上滚。你激动什么呀？吓着孩子怎么办？我来就是为了照顾达达。再说了，我是他亲妈，我当他的保姆，你应该更放心才对吧？于处长，你不用害怕，我既不会影响你当官，也不会影响你们夫妻的感情。你要当官就继续当，你和你老婆就继续过你们的好日子。只要能让我一直守着他。就算给你们当一辈子小保姆，也心甘情愿。哎，老婆，你在家呢？哈哈。周姨呢？周姨，我开掉了。哎，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新请的小保姆，叫金玲，是吧？这是我老婆。于夫人好，于夫人，你真漂亮，气质真好。为什么要把周姨开掉？因为她偷吃孩子肉松啊，是吧？你这样，我去开个会啊，有什么事就问我老婆，都交代她啊。金玲是吧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微波炉在这里，然后这个是开始键，这边呢是。于夫人，你不用教我，这个我都会。那个烧烤消毒我也会啊，还有那个冰箱洗衣机，你都不用教我。我去看。啊，你就是小达达吧？来，达达不哭了，让金玲的阿姨看。于夫人，你别叫我于夫人了，叫我麦青吧。那怎么行呢？啊，
我叫你麦青姐吧。姐，这孩子长得可真好看，你说是像于处长呢，还是像你呀？我觉得吧，他结合你们俩的优点，这个眉毛和鼻子像你，眼睛和嘴巴像于处长。啊，我到楼上去写点东西，你先照顾达达。达达要乖啊。麦青姐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啊。嗯。达达，哎呦，妈妈想死你了。当着当着小阿姨的面，我没好意思跟你细说。于处长，你要让俺走，是不是俺哪里做的不好？哎呦，真不是，我跟我老婆呢，主要就是想找一个有文化的。这个小姑娘刚高中毕业，你多理解我们，我们也想吧，就让她对孩子进行一些早期教育的。那你怎么的也得让我做满一个月吧？啊，那个，这是两个月的工资，你拿着啊。这……哎，没事。那我回去拿东西。哎，不用不用，那个我跟小郭说了，他让你去找他，他又给你找了户人家，回头我让他把行李捎给你。于处长，你想的太周到了，那谢谢你。哎，没事那我走了。哎，好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快来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来了。哇，好香哦。哎，刘饼哎。老奶奶，快点来吃饭了！我女儿闹的酥饼啊，比卖的都好吃。妈，吃饭了。奶奶，老奶奶，妈，吃饭了。哎呦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啊？我。我觉得渴，你去给我倒杯水去。哟，看你脸色不好，你是不是病了呀？啊？嗯。哎呀，可能感冒了，就浑身疼啊。好像有点烧。不烧，我头冰凉冰凉的。素素，快去给奶奶倒杯水，倒杯水。哎，我坐起来。来，扶您起来。哎，好。哎呦，没事，哎呀，妈晕了，来妈靠在这儿，来靠在这儿，来，慢着，来往后坐一下，靠一下啊，哎，好，靠在这儿。老奶奶水来了，妈，喝一口。哎呀，妈再喝一口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们都吃饭去吧啊，我再躺一会儿啊，去吧。素素，要不你去找个体温表来，我给奶奶量量体温。对，啊。于处长，麦青姐，吃饭啦。金玲，做那么多花样，以后不用做这么多，多累啊！嗯，没事儿，嗯，你们吃的开心，我看着也开心。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！啊，不用了，那个，达达饿了，我刚给他温了奶，我这会儿就上去先喂他。你们先吃吧，一会儿我自己在厨房随便解决一点就行。我先走了。你以后跟他说，跟咱们一块儿吃吧。他愿意在哪儿吃在哪儿吃，一个小保姆你管他了吗？我觉得这女孩挺能干的，对达达又好，要不咱们给她涨点工资？跟你说话呢。那行，你看吧。